我知道了，海音，告诉我实话，这方法管用吗？师父是用天罡之气伤了你的经脉，我的武功是他所传，但我这样做虽说能使你一时不死，反而会加重你的伤势，所以我才一路没有这样做。难道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得了我吗？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人能逃过师父的重手所伤，普通的大夫肯定没有办法，就算武功比师父高，恐怕也治不好，何况这天下又哪里能找到武功比师父好的呢？那你就多花点力气吧。我怕我发功的时候你就死去了。你放心，能死在你手里我会很安心，答应我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就算替铁家报了仇好不好？战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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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有事的，你没事的，我一定要把你救活，我一定要把你救活。是吧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想走了？你不是要赶回京城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天赐说的对，那些人都已经疯了。就算见闻叔叔有心让过，只怕也无法说服他们。反正他们也成不了什么气候，我也不用再替黄爷爷操心了。我现在挂念的只有你。咱们刚刚好了，我真舍不得就此离开你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反正人总是要死的，有一天就好过一天啊。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好吧，你说吧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死了就把我忘了吧。你不在了，我又怎么能活下去呢？你这样子就算我死了，只怕也闭不上眼睛。天下好男儿多得很，你只要不再想着报仇，做回你女孩子的本色，不知有多少人会喜欢你呢。我不过是第一个和你相爱的人，你不要死心眼好不好？我就是死心眼，就是傻，老天爷让我认识了你，你又这么爱我，我这一辈子真的很满足了。有的话就是雷公和天婆。算你说对了，那你说他们会报仇吗？我想会的，要不怎么要用雷打人呢？好，这回算你说对了。那你说太阳会不会记仇呢？啊，谁又能得罪太阳呢？所以太阳是不会记仇的。燕儿，你想想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好人、坏人、恩人，哪怕是仇人，只要给自己一点闲暇，到外面去看一看，肯定能照到阳光。要是一味钻在洞子里，岂不辜负一片大好春光？啊，你说，现在太阳漂亮吗？漂亮，当然漂亮了。自己藏在洞里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
我不要离开你。那我们就在我活着的时候尽情享受这阳光吧。山里人迎亲呢，快走啊！我看是天赐在搞鬼。天赐，他不是打猎去了吗？一定是他劫了村子里的迎亲队伍，领到这儿来。照天赐的性子，他八成要我们成亲呢。就是天赐，天赐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哎，你和韩燕快点拜堂成亲吧，成了亲也好生孩子呀。你说他这个人总是爱管别人的闲事，他这是在管我们的闲事。大侄子，我把轿子给你抬来了，赶紧入洞房吧。新娘子准备好了上轿吧，连盖头都有了。哎呀，天赐，说什么呢？大声一点。哎，大侄子，快，大侄子，天赐，你们现在就成亲。哎，赶紧把他抓住啊！哎，这人都来了，轿子都来了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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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许多过往的客人，难道就没有一个见过？哎，是皇上啊！皇上来了，皇上来了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今儿你怎么有空来了？怎么，朕不能来吗？皇上，能，皇上敢来了呢？是啊，朕干嘛不敢来？你们这又不是黑店。哎，皇上，你上回欠我们的银子可还没有还给我们，你想赖账啊？对呀，上回说好了是锦娘替朕还，你们还想讹朕呢？啊！哎，你说好要还啊？啊，我感觉呀，还给我们，你还给我们，拿来拿来拿来！是啊，好了好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不是说了我来要的吗？你们要怎么能要得出来呢？皇上小气着呢。哦，皇上小气，皇上小气鬼啊！小气鬼，走走走，皇上。嗯，哎呀，你手下。
生皇孙了，我要成亲了。韩嫣，战平，我没事。韩嫣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什么皇孙了，你也不是侠女，咱们俩都是天涯沦落人。你现在是我的媳妇了，天赐他让我用这样的方式娶了你，恐怕更合你的心意了，是不是？用什么方式我都无所谓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只可惜，只可惜，我们俩时日不多了。震惊，震惊，震惊，震惊！这么美的新娘子，我却没办法，没办法行为父之道了。我们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说一晚上的话，好吗？臣已派出不少人，却始终没有战机王爷的消息，只怕尽快让蛮儿和宪儿完婚吧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现在小王爷尚无下落，如果此时大婚，恐有不便。战机要真是落在简文的手里，朕就不得不舍了这个孙子。当年汉高祖连其父尚请项羽主来同吃，朕又岂能允许建文拿着詹姬来要挟于朕？朕此时替蛮儿完婚，就是要建文明白朕的心意。皇上圣明，皇上越是不在乎詹姬小王爷，建文反而不好杀他。皇上真是圣明。好了，你少说这些话吧，去准备吧。是。战机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我怎么向蛮儿交代啊？战机，战机，你醒醒啊，醒醒啊！战机，你不能死啊！战机，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在一起过没有仇恨的快乐日子。哎，
谭仁来说，他要和季献之完婚了，婚礼就定在八月初八，就是后天呢。那怎么办啊？我知道了，他这是让我赶快去告诉天赐，偷到哪去找他呢？就是啊，这个活儿子连一点气都受不了，这跑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就算他赶回来，他也没办法呀。谁说的呀？他要现在回来的话，姐姐带他去皇宫，跟皇上一说，还怕皇上不答应？上回他不是跑了？再让他去求皇上，他肯定不肯。哎，有一个客人在两个月前看见天赐和甄姬王爷在一起，可是还有一位公子就不知道是谁了。甄姬，甄姬不是在宫里帮助皇上打理账户吗？怎么会和天赐在一起呢？姐姐，会不会是皇上有什么安排呢？哎呀，不会的，皇上有什么事还不肯告诉姐姐吗？姐姐，我看你还是进宫去一趟吧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蛮儿嫁给金惠丹的儿子。自古君心难测，我的话皇上又怎么会听呢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这么好的媳妇儿就丢了不成？是啊。行了行了，这几天我们谁也不要做生意了，你们就到外面去把蛮儿要完婚的消息传出去，传得越远越好。好好。你干什么？天赐，对不起了，我要跟战机去了，我怕你拦着我，所以跟你点了穴。你别怪我，过一会儿会自动解开。我死后，你把我和战机埋在一块儿，不要立什么印记。我们两个都很累了，就让我们好好歇着吧。下辈子是不是还转世为人，我还要和他好好商量商量。不要！慢着！我老叫花子活得不耐烦了，你们几个小孩也敢学我？这样的风头岂能让你们抢了去？韩燕，我师弟来了。有一个先死了的，你倒死得快呀、还没死绝呢。我说嘛，老子还没有找好坟地呢，怎么能让你死在老子前头啊？老爷爷，求求你救救他吧。师弟，你救救他吧。哎，师弟，这死不了吧？啊，他有没有救？他有没有救啊？啊，谁说死不了啊？你说死不了，你说死不了，你来管啊！你以为那胡不归那个犟毛驴的武功是白给的？我本来一切都计算的好好的，这一下全让那姓朱的小子给搞乱了。妈，你退！现在怎么办呢？师爷爷。你不是说你可以救他吗？那你快点救救他吧。我说过吗？我说过吗？我只是不让他死在我的前头。老子现在就死给你看看。这我死了他再死那便是活该。胡不归是鬼迷心窍，真想做忠臣孝子，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。你老子本来是想去教训教训他的，哎，没想到他给老子出了一个难题。说来说去，还要怪老子当年我一时糊涂啊！我糊涂！哎爷，过来！是爷爷，是爷爷，求求你救救他！
臭小子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一定要救他吗？我当然要救他了，这还用想吗？那我就不能传你功力了，你好好想想吧你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已经和他成过亲了？他死了，你是不是也一定要去死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又是一头江毛驴。哎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我实话告诉你。你要告诉我什么？你不用再说了，我要你救人呢。你的武功是我在你睡觉时传给你的，你可会使啊？这是你传给我的，怪不得有时候使不出来呢。不过一喝了酒以后呢，我就可以使出来了。不过现在我不要你教我什么武功，我要你救他。他这个人不错，以后是要做皇上的，老百姓都希望有一个好皇上。我九娘都说过了，天下兴亡，匹夫还有责呢。你不是说自己是个匹夫吗？你救救他，就算是为百姓着想嘛。好小子，你不识字儿，讲的道理比老子的还要大。好，你既然这样说，老子就去救他好了。不过老子偏不让他当皇上，当皇上的没一个好东西。战机，战机，真的，老子要救他了。不过你们俩得先答应老子一件事。只要您能救他，我什么事都答应你。他呢？他也答应，我替他答应。好，你告诉他，从今以后他不能再姓朱，老子发过誓，姓朱的一概不救的。好，他答应你，他答应你。哎，这样老子还算划得来。从今往后你们要好好的过日子，不要再管闲事了，听见了吗？师弟，师弟，师爷爷，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师爷爷，师爷爷，你别装死啊，师弟，师爷爷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救了詹姬，你自己就会死？师爷爷，师爷爷，师弟，你醒醒啊！师爷爷，你醒醒啊，师弟，你醒醒啊，师弟，师爷爷，师弟。行动，你们去那边。
明天公主就要出嫁了，纪大人说了，去的人呢就给90折。哎，是吗？哎，公主要出嫁了，啊，总该代表见面礼，没得吧？啊，不用，一人卖，人家什么礼没有，还在乎咱们这点东西啊？赶快告诉别人，不吃白不吃。走走走，哎，不对，是这边，这边。走走走，那边那边，走走走，别走，等等我，哎，等等，哎。天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婉儿要和姬仙芝完婚了。天赐，天赐，你快回来吧！哎，天赐的消息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还坐着干嘛？还不快去找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找找找找找！哎呀，走走。天赐，天赐，这是天赐。哎，在下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公主，公主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在下听说这公主是一个极为有主见的人，是她怎么会嫁给了季羡之呢？这岂不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啊？啊，你小声点，要是让几位听到了那就麻烦了。哎，你们想想，这公主追辟邪给皇上丢了多大的面子啊。嗯，这大臣们谁还敢再让自己的儿子做驸马呢？对啊，季刚这是给皇上面子。嗯，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？哎，是啊。哎，如今这世道就这样。哎呀，能怎么着呢？哎，还是读书好啊。对，读书吧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天赐，我已经答应师爷爷永远不离开寒夜，我们要在这里为师爷爷守灵，我答应你的事只怕做不了将马儿抢出来，再来这里找我们。等战绩的伤养好了，咱们再结伴，找一处谁也管不着的地方，一起轻轻松松的过日子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等等，天赐，天赐。是爷爷留下的武谱，让我教你武功。你抢到蛮儿，一定要回来找我们。知道了。哎，天赐，有人问起我和寒烟，你一定要说没见过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可以去找蛮儿了。多保重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哎呀，不对不对，哎呀，那就换去换去，快。蛮儿啊，完了婚，羡儿就是你的驸马了，你们俩从小玩到大，总是他让着你多一些，以后你们就是夫妻了，你也要学着多让着他。这一完婚啊，你也就是大人了，以后别老瞎闹着玩了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行了吧？瞧你这样，都是你父皇惯的，连我说几句都不行。娘娘，婚礼在宫里。傻孩子，虽说你是公主，可到底
是给人家做媳妇的，怎么能在皇宫呢？不过你放心吧，你父皇早就安排好了，怕你在季家住得不习惯，特地在外面又选了一座院子。那院子在哪儿？我现在能去看看吗？又说傻话，你现在怎么能出去呢？那院子好找。雪儿，从今以后你就是驸马了。这，哎呀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又尿了你。我不要当驸马！你不当驸马，我打死你！你个王八蛋！你可真没出息！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！你敢不当驸马，我打死你！老爷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打！你打！打死我谁去当驸马？好好，你是驸马，你是我祖宗，我给你磕头行了吧？哎呀，老爷，快起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要上茅房啊！又要上茅房？行行行，快带他去，让他都尿干净了。一会儿拜堂的时候可不能再尿裤子了。快去快去快去，给他换成干净裤子，快快快快！恭喜呀、啊！哎呦，谢谢恭喜啊！好，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，谢谢啊！哎，怎么样了？恭喜啊！在茅房，叫他去。季大人，恭喜啦！季大人都来了，进去吃。季先吃。把他给我拽出来，立刻拽出来。是。你看看你养的儿子，就连成亲都吓得屎尿直流。季大人，季大人，大喜啊！公主的轿子到了。哦，好好好，诸位，公主已到，请公主驸马入堂奏乐。雪儿呢？还在茅房呢，快去拽来呀、啊！是。哦，迎接公主。
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哎，马妞妞，现在可不是使性子的时候啊！慢慢往前走啊！哎，慢慢的往前走啊！娘娘，你怎能急成这样呢？您可不能在这儿啊！你快快快快回宫吧，您！哎呦，快点，快上去！哎呀，起轿，回宫。驸马，你怎么还不出来呀、啊？催命啊！成亲就不许人蹲茅房了。你干嘛脱我衣服啊？起来用用，反正你也不愿意穿。你干什么？是给我做的吧？行了，哎呀，给我拿下，给我拿下！死了，给我拿下，给我拿下！快，给我拿下！快，给我拿下！公主，哎呀，来人呐，把公主给我找回来！为爱，谁能置身事外？横若不停摇摆，血泪成海。为情，穿过烟雨楼台，红粉永不离开，千金难买。是非到底由谁主宰？一切落定尘埃，分晓黑白。做人多高才算不爱？男人不想重来，真情难改。全部重
情好期待，爱到深处。